你不过是远星大人收养的野种而已，弄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放肆！放下武器！紫川修，你要清楚，你这是在谋逆。诸位，上东此刻危在旦夕，我只想守护家族，绝无叛变之心。紫川家族的军队宁可战死也绝不投降，上东城数百年从未落入敌人之手，今天也不会。我紫川相愿带领大家一同去击败敌军，今后如果家族怪罪，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承担。保卫家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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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带人把紫川秀抓起来。不用，且让他去做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他既然说了所有罪责他一人承担，到时别食言就好。二哥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一件不少。刚点到的人，换衣服。二哥，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放心。我把人手都安排好了，你自己小心。出发！剁了刘和老孙的狗头！Thank you.
全军就地休整，两个小时后出发。是是是。二哥，阿秀，刚刚参星大人被正式任命为紫川家族代理总长了，杨明华并无反对。阿秀，你还要去？不能给刘凤君喘息的机会，不然就功亏一篑了。可是你……放心吧，二哥，我撑得住。立刻救治伤兵。领命。多亏你提供进来，亲爱的，要小心背后啊！刚才杀的真痛快，我一连斩了七名流风士兵。哎呀，我一个也没逮着，不过我把他们后勤的粮草烧了一大片。来，还是紫川秀大人有办法。总长谕，紫川秀立刻前往统领处，商讨整军之策，旗下人等原地待命。不，我现在不能去。紫川秀，抗命吗？阿秀，二哥，刘凤君现在已经濒临溃散，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刘凤先生的头，我拿定了，死也要拿。替我照顾好那些伤兵。上。族长伤及内脏，必须要回远京救治。昨晚的夜袭很有可能是紫川援军的先遣部队，一旦他们大军赶来，我们就会被包围，不如撤退。上都就在我们眼前，族长好不容易才造就如此大好局势，你竟然要撤退？族长现在重伤昏迷，你想置族长的安危于不顾吗？报，紫川军来袭。撤退吧，现在军心不稳，再耗下去对我们不利。我们才五万人，一旦紫川援军腾出手来，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更何况族长呢，我们都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帝国历七七，紫川秀率军大破敌，解上古之围，后千里追袭，八战八胜，将刘丰军赶至边境。而此时的刘丰西山已是生命垂危。紫川边防军统领明辉率五万边防军直边境严阵以待，欲将其全歼。生死存亡之际，刘丰西山之勇刘丰双率领刘丰大军赶来接应。帝国历七七一年六月，双方从边境撤军，罢兵西战。经此一役，刘丰家族再无力无心。撤！风铃呼声嘹亮，这地球转风场，四军四国联盟，大地孤立汉家。你也算是家族的大功臣了吧，说不定我也能当上红衣旗本了。这是干什么？宪兵队。奉总统领杨明华大人命令，以叛国谋反罪捉拿紫川秀。喂，你们搞错了吧，我们击溃了刘丰军，怎么就叛国谋反了？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啊，
的命令，有什么话到军事法庭上说吧。什么狗屁命令？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我相信家族。齐本子川秀煽动士兵叛乱，非法包围统领处，伪造秦王令，以家族律法应处死刑。子川秀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击退了流峰西山，保住了子川百年基业，何罪之有？哼，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你意图谋逆的事实。哥没错，他答应过父亲要守卫上都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族。阿宁，叔父，你让我说完。若是一句为了家族就可以罔顾法治，那我子川家族传承数百年的威严何在？体制何在？请诸位元老明鉴。子川秀毕竟为前总长义子，残心大人以为该如何处置啊？叔父，哥是被冤枉的，你救救他啊。残心大人，你我各退一步，我保您总长之位无忧，至于家族琐事就由我代劳了。天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，临河之事确实有违法治。叔父，哥有心大人，你是要上树还是上？何影星，诸位元老，请原谅我的突然闯入。今天被审判的子川秀是我的部下，我身为他的上司也难辞其咎。你想包庇他？葛隐星统领，请讲。子川秀身为子川远星大人的义子，为父报仇，守家卫国，合情合理。他年轻气盛，行事也确实有不周到之处，但毕竟他化解了家族危机，挽救了上都百年来的基业。如果这番作为都被视作谋反，那岂不是寒了所有为家族拼死奋战的将士们的心？子川秀违反军纪，就算死罪可免，也必须将他终身监禁，才能以示公正。子川秀是我的部下，不如就把他重新发配回远东，贬为低等士兵，我定会严加管教。此次子川秀赶回上都拉练，也是我的寿命。如果总统领大人一定要治子川秀的罪，不如将我这个远东军大统领一起治罪好了。大人，将我治罪好了。我也是。把我放下了吗？代表元老会宣布，将子川秀发配远东，降为低等士兵。葛应星统领，远东苦寒，你要保重身体呀。多谢总统领关心。